彰化县永靖乡农会五日举办在地优质花卉农特产品展示、米食推广暨青农农产品行销展售、幸福农村推动计划及食农教育推广活动。彰化县长王惠美为在地农产代言，鼓励大家来彰化赏花、买花及购买农特产品，增加农民收益。咱的这个也爱感谢咱的这个永靖农会的配合，在咱争取到农委会跟咱县政府共同的这个3000多万的这个经费内底，有部分咱放在咱的八的这个火车头来做相关的一个摆设，那部分咱是用在咱彰化县内8万的这个囡仔，给因的农。有法度透过插花啊来欣赏花，来了解咱在地这个产业，啊，进而培养美的一个教育哦。本次农特产品推广活动，永靖乡农会全力挺农友，现场邀请产销班共襄盛举，提供花卉及蔬果布置展示，还有青年农民产销班的展示、义卖及成果展，呈现一年来的作品与成果。公益频道林义俊永靖采访报道。